OK，Hello，我们今天是几号？2023年21吧，4月21哈。刚保养好了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了。要看哪里？就拍一下外观了，我的车子啊，摩托车啊，挡车，刚才骑出去加油，老旧了啦哈。1999年几月？那时候几月嘛？然后七月份嘛。1999年七月份买到现在都多久了？看着我就好了啦。今年要24年了。对对对，大部分还是原装的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我都，来过来，在这边这边。这些东西大部分都原装了，只有轮胎前面轮胎比较常换而已。后面那个胎快24年了没有换，我的。来，现在骑电的话比较没有力，我用那个，好像有点问题的。这个有点问题的，就要用踩的。现在很多壳也找不到了哈。这已经半年没发动了，已经半年没发动过了，半年了，这对电瓶很伤啊。那继续加油了，剩油没不够再加了。来，给我打开，先放慢，听声音的声浪。我儿子说要这台啊。单缸引擎啊，好啊，其实蛮声音蛮好听的，排气管是原装的。我现在骑挡车，以前一阵子没有流行挡车，现在又流行挡车了，现在老古董。接下来让我们开起来的小金门哦，到时间起来了，开在外观嘛，这边。记录一下，都用这个保养的，都用 W40 在保养的，20几年都用 W40 在保养。记录一下，OK， 好了，记录到这边了，有空我骑小金门玩，我把它做一下记录 ，OK， 拜拜。